如果你遇到黑寡妇蜘蛛应该怎么办？防止视频丢失，请先点赞收藏。首先不要慌张，当你看到这种不规则的蛛网时，说明毒素黑寡妇就潜伏在你身边。它的毒性是响尾蛇的15倍，一旦被它叮咬，你会产生剧痛、恶心、呕吐等症状。黑寡妇身体为黑色，腹部长有红色斑点，喜欢生活在地下室、衣柜等阴暗的角落。黑寡妇胆小喜静，一旦受到惊吓就会变得异常暴躁，攻击性十足。切记不要徒手去干它，你应该用捕虫网、扫帚等可以远距离攻击的物体杀死它。如果不幸被它咬伤，可以用肥皂水清洗伤口，但如果情况严重就要及时就医了。那么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